各位家友大家好，我是尼古拉斯买买提，你们的老家友。今天给大家看的是现代150W VS 龙蛙的优势在于短距离转场方便，不损坏路面。斗山 DX210给大家介绍一下现代150VS 的启动方式。经常能接到电话开履带的朋友说他的龙蛙他顶班打不着火，问我怎么回事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安全杆不放下去打不着火，不拧到屁上打不着火，刹车不踩死打不着火，必须挂空档才能打着，如果在档位有档位的状态下也是打不着火的。这四个只要有一个在工作都是打不着火，有别于履带挖机的启动方式。